住在这里的白菜太密了，匀一些去吃。这做的是干白菜，所以还没包起来。弄一点这样哈。大来了，给闻一下吧。一大盆白菜，整这个白菜梗来吃，白菜叶就用来喂鸡喂兔子。几包糯米笋、肉和辣椒，今天就来做个白菜糯米笋炒肉。肥的瘦的都切一点，把这糯米笋拆开来稍微洗一下。翻炒一会儿，来一勺香辣酱，辣椒倒进来，再来一点点辣椒片，好，糯米笋倒进来，哇塞，香喷喷哦！把白菜梗放进来，再来点酱油，少许的盐。可以了，葱蒜苗放进来，花椒它就可以开吃了，看着都超级美味。配点萝卜干，这不开起来吗？糯米笋这样炒真的非常好吃，还可以用来烫着吃，都是非常不错的，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。今天是扯些饭吗？哦，嗯，好甜，这个水美味，对不对？嗯，
还有水芹菜，加份生气哦。这个不能遇到。